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前面这条船它是就今天下午要出发前往欧洲它装载的是什么呢？
就是首批中国制造的摩托三运往欧洲。目前船里面装了有7000台的海外版的一个摩托三，将在今天下午出航啊。目前还停靠在码头，看到其他的一些品牌的车正在装载。这个位置是上海的海通码头。海通码头，属于上海的一个国际汽车码头。我们看到，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我的四周都是小车啊，包括这个，这里面以及这里面都是小车。这一块，这些品牌是什么呢？都是停着沃尔沃的，所以说这是沃尔沃的对厂，包括沃尔沃的吊机，包括它的小车，我们看到前面这些就是沃尔沃的车 SUV。这个堆场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就昨天之前啊，这些空地上都停放的是特斯拉的摩托三，因为昨天全部装船了，今天要运往欧洲，所以场地显得空空荡荡的。鸟语花香，鸟语没有花香，冬季了。这里面进去就是海通国际汽车物流，整个堆场的一个中心位置进去，但是应该是外人不让进去的。前面就是码头，所有的出口车辆都通过这个码头运出去。海通这个国际汽车码头是位于外高桥保税区内，保税区内。
这什么品牌的车？没见过。宝骏，宝骏，logo 还可以。前面是码头，路口，也是这个，那这批车，但是我们应该是进不去。哎，这个装的是大众的车，MG 的车，那块，那边，沃尔沃。基地考察的码头，这是基地的办公室。师傅，下面那个船什么时候走啊？啊，不知道。不知道哈、谢谢。飞机啊，或者是装车的，装这个车进去的。然后它开上船了，开上去，车应该开进去了，开到船上了，然后给它。啊，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像白颜色的那个像。啊，然后它不有车的吗？专门运兵车的船。